耶、yeah! ！终于今天可以来突袭罗志祥家了。很多人一直私讯说他家到底长怎么样子。听说他刚起床。谁啊？干嘛？突袭啊！你们什么时候来的、啊？刚刚啊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哎，这什么？哎，别好了。Yuki 家啊，是 Yuki 家，哎，我搞错了。Yuki， 快 Yuki 过来。有没有有一天我有可能会养到宠物？然后呢，我就帮他们做了这个房间。这个房间一共有四间房间，这是本身是 Yuki 的房间，主卧，主卧旁边呢是他未来有没有可能是他的室友啊？有可能，有可能是合租。然后这边两间呢是猫房，猫房的这个动向也蛮特别的，就是猫在玩的时候，你这样跑跑跑跑跑，然后穿过上面之后，从这个洞。跑出来之后，走走走走走，然后再跳到这个地方，往楼梯间出去。就是如果今天逃生方面有问题的话，然后因为 Yuki 她本身是女生，然后窗户装的那种粉红色系列的，然后还有星星，因为本身爱星星嘛。她的卫浴、洗澡，因为她本身她的浴巾，她早上起来会这样子，对，你看身高，我帮她量刚刚好哎。她小时候。哎呦！而且他这个真的，我改过两次了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是矮的，慢慢越来越大只之后呢，推过去了。然后他很厉害，他会开门，他会自己开。我也改过好几次了，这个门。哇塞，本身也在做木匠是吧 ？Yuki 一开始他是可以进入客厅，然后去玩耍。可是后来因为小时候他个性还不稳定，当狗只要踩到那个地毯啊、嗯，跟尿垫的那个触感啊、哦，很像，很像，他就尿尿了。他有这么大的一个尿垫，他怎么可能不尿呢？尿尿、大便、沙发滚来滚去，尿尿、大便充满了尿尿、大便。Oh my god！ 两三套的地毯，还有沙发，幸亏他做了三组 ，IG 有放那个他的杰作哦，他是艺术家哦。于是呢，我就上楼买了这个栅栏，我以为可以挡住所有的一切。你们看过动态没有？没看过的朋友们，请看。很聪明哎、欸！那是我回来，我以为我家招小偷，我说沙发怎么会这么乱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就装了监视器，监视器在哪？在哪？监视器，监视器在这里，我就装了监视器。OK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，然后我就加了这个，重点我加了这个之后呢，他还会进来，你不信？我看看他可不可以进来哦 ？OK， 这突破了，突破了。我装这个栅栏也没有用，没有用啊！一起欢迎我们 Yuki。观众，看那里闹，不要闹，不要闹，拜托。观众说：“哎，跟大家打声招呼。”哎，你这很不给你爸面子啊！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你要去哪里？好，随意，随便了 ，OK 啦。有一天我朋友打给我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不要来我家看一下狗。”他说他养了两只贵宾，巨贵。然后我说哦好啊，因为其实我们家养过很多种品种的狗，万里有一块地就是专门去收养流浪狗啊，对，我爸爸妈妈就是在我小时候他们就是很爱、小动物，养过三只拉布拉多，后来他们离开之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养狗了啊，因为很多养狗的朋友们都会很清楚嘛，当你真的跟这只狗开始生活有感情，然后有感情了，他陪你的时间有限，很难过，然后也会想说之后我不要再养狗了。然后但是我就想了很久说，好吧，那我来养养看吧。你要先想，当一个人习惯久的时候，突然间出现了一只要跟你一起生活的宠物，什么习惯呢？因为我本身是有洁癖，我家里是很干净的，我不可能允许有地板有毛发脏乱，一时的崩溃会觉得一开始是没办法接受的。可是后来你想到很多东西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其实这个家多了一份温暖。然后你会看到很多玩具在地板上，你就无所谓了，因为什么？那是我小孩。真的以后有自己的小孩的时候，他真的在你的公仔画画，我还是会翻脸。谢谢谢谢，妈妈，谢谢我闺女。
不会。那么还是会生气一下，但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他就算刮你的车，你知道吗？你也只能以后不要呢。他的个性是真的还蛮好，蛮乖的，那很棒啊。其实对，就是也不太会叫。制造给我的困扰是，除了他的小时候的不稳定之外，其实是没有。他帮助我很多在心情上面的转变，帮你改善了你的洁癖。哎，你好。我跟他的游戏有很多，就是朋友们都说你怎么那么爱吓 Yuki？ 我回家，一般狗狗听到主人回家是会在门口的。我开门了，Yuki 不见了，在哪里？那个时候是这样，你刚好没事，你当 Yuki。Yuki， 抓到你王八蛋！就是这样。但他没有骂王八蛋，你是不是走？借机会骂我，借机会骂我，你是不是借机会骂我？这不你好，回来你肯回来了是不是？你就是这样。哦，这样子好像有比较好防卫一点、你就是这样吓我之后，我才会开始吓他。他为什么叫 Yuki？ Yuki 是在日文来说是雪，下雪那个雪。他身上有那种白色的毛，好像穿那个雪靴、袜子、长袜一样。你看狗，他就是用眼神在跟你交流，就是他的眼神就是。离不开你，他离开了。当我第一次牵他的时候，因为巨贵力量也是大的，他们活动力很强，我的绳子是松的，就是他还在我旁边。一般狗出去外面的世界，直接冲了。因为我跑去地下室测试，我是把绳子放掉，他没有冲掉，他一样在你旁边。我还在他眼前这样动，没有绳子哦，这个就要回到宜家宜犬生日的时候，那个安亲班，它里面就有会教很多在狗狗生活上面会遇到的一些事情，跟吃饭也是，他们吃完饭也会拿餐巾这样自己擦嘴巴，可真的没有时间，或者是没有耐心的陪，或者是你想要让他在上课稳定他的情绪，因为其实去安亲班，他可以训练他的情绪的稳定控制。主人是要上课的，你不是？对，我也要上课，因为他教你这些，你也要懂得怎么去教他。所以教了他上下车，但是家里没有车怎么办？他是谁？他的问题我怎么没有办法回答？预防嘛，但他有时候教他东西，我也用不到啊，就不要。有教啊，可是我没有biang，那也没用啊。他已经躺好了吧？预防嘛，枪打到是，不是预防。看一下 Yuki 他会一些什么样的技能？上一次有一个抱抱，他其实好像不怎么 OK 吗？不太会哦。人多，这个时候就是怎么了？他没办法发言嘛，主人就要怎么样，负责什么角色，你知道吗？让他找台阶下。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些呢？预防他待会做不出来嘛。先打预防针啊！对呀，你干嘛呀？没有，我要教大家，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家里啊，狗狗，如果你想要教它一些简单的生活的技能，我觉得这个零食是很简单的。他们在看我们的时候，它已经脖子是这样子，它是有合理的，因为狗狗这样看久了，它会不舒服啊。那不舒服久了，它就会坐下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就说 ，Good boy，Good boy， 有很多都那种教练影片的 ，Good boy，Good boy，Good boy， 就这样，就这样。久了，你就让他习惯这个坐下、坐下、坐下这个语调，他就会清楚这是什么。来，奖励，很棒，趴下，趴下，装淑女，哦 ，Come on man， 装淑女 ，Come on yo man， Come on， 好 ，Let's go， 乖宝，待会请你喝两杯啊。倒车入库，倒车入库，倒车入库 ，Come on yo man， Come on， yo bro， yo bro。Yo, yo, yo, bro！ 就其实这就是抱抱，要血池，上次不是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先拜托，来，上次就是来先给一些，你知道吗？先塞钱是？有明显吗？走，抱抱，抱抱，抱抱。啊，这个时候就要这样，就这样。如果今天呢，你是戴着口罩，然后他会认得出你吗？没有试过，就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他是给杨林签，对，然后你走过去，我前面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他被发现，就是、他到底认不认主人？蛮紧张的，因为这个测试我没有测试过，但好像只要有人牵着他的狗绳，好像都会有感觉。来了，来，走，走。
出来，爸爸。哎，我说 ，Oh my god， 我也认不出来啊。哎，失败，失败。你看，好险，好险。好，我们要不要再换一次？就是换你来签，然后换杨林经过。来。这很明显嘛，是不是？这是很明显，这合理吧？哇，所以他真的是认你的。对啊，而且你看哦，我来表演一个，因为现在这个在停车场 OK 的，不能超过我。停，是不是？他这是错误的示范。停，好，不停是不是？好，不停没关系，我们就一样在视线范围可以看到他就可以了。但是我只要一走，他就走了。不要超过我，不要超过我啦，自己加快，不要超过我。爸爸，一个，爸爸不开心，爸爸不开心吧，有点啊，爸爸不开心，有点，哎，西吧西个西，弄款没发嘞，欢迎来到秀 TV， 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！完了，大便。哎，东东啊，不过你没得，我上班了。对对对，拜托了。不要播。对啊，这不怪你，不怪你，怪你，别啊，怪没事，肚子痛啊。